另外消息咯，今日有上万人来到台中市政府的广场，是要参加经典大会考，像《论语》啊、《唐诗》、《三字经》，还有《弟子规》，甚至还有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这囡仔拢背出来。八百位大新国小的学生做伙来唱《礼运大同篇》。落台了后，小朋友还佫表演无够，马上过来一段。虽然无一定了解经文的内容，但是读经的过程互因真快乐。家长嘛看到囡仔的变化，喜欢。为什么？很好玩。会让我们有很多知识。很历史的东西，小朋友已经都没有接触到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加深以前的一些印象，会照一些解释上面会去跟随那个意思，然后两个兄弟就会互相讨论。二零二二年全球经典会考，拜日是伫台中市新市镇中心的广场来举行，吸引了上万人来参加。The man travels a mile each day。参加会考的考生，国内国外拢有，无论是英文、中文，无论是老人家，或者是幼稚园小班的囡仔，为《道德经》、《唐诗》，或者是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跟《三字经》，全部拢背个正熟。道是庄子。那你觉得好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小时候背好，很顺啊。哦，他大概也不用知道什么意思，不过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啊。万人读经的大会考，用活泼的方式来传承前人的经典智慧，希望读经要让人八卦的感觉，在囡仔的世界内底，除了感受到文化的水，嘛潜移默化做人的道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